日本作为亚洲的发达国家，拥有着号称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东京，有近4000万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拥挤而又变态的有序，汽车保有量接近北京的2倍，且道路也并不算宽。但这段时间我从来没赶上过堵车，这种现象似乎不能用单纯的一个理由来解释。但我不是来研究道路规划或者 AV 行业发展现状的。听当地人说，我想找的东西只会在夜里出现。大部分的改装车呢，不会在白天出现，因为他们白天可能都是各种各样的职业都在忙碌。但是每到周末的晚上的话，这群人就非常的好找，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这个固定的地方一直是被之前所有的全世界 GDM 车迷所神化。那今天我也来到了这里，这就是著名的大黑 PA。Tokyo。这座名叫大黑的停车服务区位于一片平静的海面上，头顶上的高架就是著名的湾岸线。得益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各种改装风格的爱好者都有了一个340个车位的聚会舞台。在这里，你不仅有看不完的改装案例，也要做好随时偶遇顶级赛车手和改装行业大佬的准备。Yeah, on the ground.而这各路妖魔齐聚之地，竟然与50米外的交警队和谐共处，这就是天堂。影朗朗の街に踊るのは、行き場をなくした夢の残骸。那我们是搭便车过来的。在我们过来呢，就是旁边的这台 EVO 9的 Wagon。 那像这种的平板的 EVO 9的话，在国内是不可能见到的。那旁边呢，就是这台车的车主。啊，大家好，我是斗鱼车手的石板。除了这台EVO 9的 Wagon 呢，还有旁边的这台86，那边就是车主。像日本的话，会不会有特别多投资地方？有特
Yeah, baby. 老板，请教你一下，这个车牌哦掰弯了，这个是不是就是故意的一种挑衅行为？故意的挑衅行为，所以说暴走族的精神是不是就是一种挑衅的精神？就是挑衅警察，显示自己胆儿大，这样。可以说以前是这样，但是现在更多就是追求这种结果。啊，因为特别有这种人去跟警察对干。但是在多年前，在暴动期的时候，说元月一号，大家有一个惯例性的活动，就是所有暴动族车辆都跑到高速上去，然后冲关、冲收费站，然后警察在后面围追堵截，然后特别暴力。但是现在这种活动会比较少一点，现在就是大家是和平的一起到市区。依我看呀。这里面的车啊，其实有大概四分之一也挺柔的，这个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整个日本的这个改车的氛围呢，其实在逐渐偏衰老化。好多车我看都不是特别的整，不像以前就是在照片里面、视频里面看到。以前在照片和视频里面看到，感觉日本这边改装车遍地都应该是那种金光闪闪、带着光环的那种。目前这样看，可能弯道不是很大。这是一个左转，嗯，然后接右转，马上再接一个左转，一个三字形的一个弯。控制不好的话，有可能重心会就是基本上不是推头就是 over。久负盛名的大黑 PA 服务区虽然震撼，但环线上时不时高速驶过的排气声浪把我吸引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东京首都高速的地下集结地香崎 PA。 当我看到一台蓝色的斯巴鲁翼豹 STI 十代和一台银色的 EVO 八代停在那里热车的时候，我就开始后悔来之前吃了太多的披萨。为什么要飙车？何时有了名为街道仁义的秩序？这一切都要追溯到50年前日本的另一条高速公路，一切的开端，东明。东京到海老名收费站中间长达30公里的公路笔直宽阔，1970年代的日本地下飙车文化由此孕育。那是一个只有极少数富人才玩得起改装车的年代，这其中不乏像稻田大二郎这样的日本改装文化泰斗级奠基人。他创立了东京改装展、D1 漂移大奖赛、世界上最畅销的改装杂志 Option、 诸多视频节目等等等等。他将日本改装文化推向世界并发扬光大。可40多年前的他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的梦魇。说到稻田大二郎，必须要提一下他的好朋友羽宫永美，殿堂级转子改装品牌 RE 羽宫的创始人羽宫永美，是这个富人圈子里最让人敬佩的穷小子。因为在70年代的地下飙车场景里，很难看到日本本国跑车出现，有钱人们大多选择购买超大排量的进口车为基础进行改装，进而得到更大的马力。而偏爱转子发动机的他，靠着自己20岁之前在修理厂喷漆攒下的积蓄，打造了一台让无数进口车闻风丧胆的马自达 RX7。 这台在现在看来简陋不堪的车，在当时的高速公路上以惊人的250公里时速将众多对手甩在身后。这几乎是唯一的一台日本本国生产的快车，
这台车也让他在这个圈子里面名声大噪。而真正的富二代职业赛车手大川光一与光勇分别驾驶着重金打造的雪佛兰火鸟二和迪托马索潘多拉，以突破280公里的时速傲视群雄。就在光勇将自己的名贵意大利跑车潘多拉强化到突破300公里每小时并创下速度记录的时候，一次意外断送了他的生命和作品。似乎越快的车手就越接近死亡，经验丰富的职业车手也无法救回近300公里失控的70年代跑车。毕竟在这个时代里的法拉利308GTP 的极速也就250公里左右，保时捷名将吉田荣一在当时打造的911也能跑到260公里以上的时速，但他却意识到这群龙无首的时代终将有一天会惹出大事来。随即他就创立了一个神秘的地下组织 Midnight， 几乎将当时所有的快车手都吸纳进来，并在80年代初带领大家转战更大更危险的场地。由此一段广为流传臭名昭著的地下飙车传奇湾岸午夜就此展开。这台斯巴鲁和我自己的斯巴鲁有一些不一样，我自己的斯巴鲁的话是 EJ257 的发动机，而这台是 EJ207， 但是呢这台 EJ207 呢也经过了强化，前后的差速器都有换过。像这种车已经改装到这种程度的话，其实是应该出现在赛道里面的，如果这台车在赛道里面的话，绝对也是一台快车。
之所以说 Midnight 是一个神秘组织，其实有很多原因。比如说组织成员的选拔十分苛刻，在湾岸线上开出来250公里的时速即可申请成为准会员，想要成为真正的会员还要接受为期一年的观察与选拔，且入会成功率仅为十分之一。成为准会员开始就要严格遵守组织的规定，而这其中第一条最重要的规定就是不能给社会车辆与行人造成任何一点点的麻烦。第二条规定则是十分森严的隐私保密约定，绝不允许透露组织内其他任何人的身份，并且组织内大家不能交流个人问题。但据可靠消息称，过半的改装行业泰斗都或多或少与这个神秘组织相关。俱乐部里最著名的汽车就是传说中的湾岸恶魔 Z， 一台以熟女 ZS130 为蓝本改装而来的坐拥650匹马力的怪兽，而最快的车却不是它。传说有一台紫色的保时捷在1989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的某个晚上，在湾岸线上跑出了恐怖的350公里每小时，而据传说这两台车都能以300公里以上的时速持续追逐十分钟以上。而这台保时捷的911的创造者和驾驶者正是组织最高头目吉田荣一。即便是拥有了严格的规定，但他们每天无异于自杀式的飙车行为，最终还是酿成了大祸。在1999年的一次与摩托车暴走族的飙车事件中，驾驶摩托车的人员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醉酒驾驶，追逐 Midnight 成员的过程中不慎失控，冲向社会车辆的摩托车，造成八名无辜的汽车驾驶员不同程度受伤住院，而摩托车驾驶员粉身碎骨，当场死亡。这起恶性事故为 Midnight 俱乐部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因为这样的不良事件使得所有会员终生不愿意提及与 Midnight 相关的事情。解散时的 Midnight 拥有100人左右的正式会员，而巧合的是就在上个月，名声在外的吉田荣一因一起购买保时捷918相关的诈骗案被判入狱，而这并没有让这一不良文化就此终结。时至今日，已是65岁高龄的羽宫荣美仍然偶尔也会驾驶着自己亲手打造的赛车高速地奔驰在湾岸线上，为每一个给他让路的社会车辆打两下双闪，贯彻着4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街道仁义。今天的湾岸线上新面孔也越来越少，日本的年轻人甚至不愿意考取驾照，对汽车失去热情的似乎也不仅仅是年轻人。日本各大汽车厂商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大的减少了性能车的研发与生产，迈向实用与公共交通，这是社会的进步，却让日渐减少的汽车爱好者无奈唏嘘。还有人努力去续写着湾岸的传奇，但没有人能阻挡着时代进步的步伐。在此，我也再次恳请广大的汽车爱好者、改装爱好者，为了我们小众而脆弱的爱好，文明驾驶，理性改装，给梦想尊严，让道路安全。